今天吃干豆角炒腊肉。干豆角下饭，它是很香的哈。这个干豆角拿回家直接用温水泡，泡个半个钟，再放锅里面煮几分钟就可以炒了。切了炒腊肉、五花肉、腊肉都五花肉、腊肉都可以。小时候经常吃。干辣椒搅不动，干豆角是真肉香。